大家好，我是 PK， 我是咱台湾业余乒乓比赛好朋友。这道比赛是2022乒乓年终大赛，由咱听到金牌国手郭岳东对着爱喝金牌啤酒的 PPK。到底这场比赛是谁会甲罗帕斯？好，阮继续看落去。时间手就过去了，又搁要讲再会了。你若是看了有介意，订阅个搞完就去。我是 PPK， 我是咱台湾业余乒乓比赛好朋友，咱五元再相逢，拜拜。